是我刚刚没有在听弹琴的，不好意思，在听你的声音的那个甜美度，我觉得很棒。已经让我失去想看你的兴趣，所以把注意力放在贝贝的身上。OK 掉吗？在昨天的 YK 社会节目中，我们看到了前半段参赛妹妹们的精彩演出，相信各位观众也都记忆犹新吧。而其他的参赛妹妹们在本期也将精锐尽出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回到录影的现场来看一看哦。我是今天的普派老婆奥利维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奥利维才会跳的阿勾勾。可惜这小肚子露出来了，那咱们来听一看这位专业评审怎么说吗？他说的是一种很快乐的舞蹈，然后刚刚你尽力想要表现的快乐，可是让我有一点感觉到你是尽力而不是真的很快乐的在跳这支舞，有一点点落差。停下是几个月了？好快啊，这个肚子凸出来。没有没有，刚刚是错觉，很瘦很瘦。因为穿的没衣服。哦，这是妹妹的、哦。嗯，对。哇，那应该比较宽松才对啊。人在现场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也不是人，本人在现场。对，哎，你都借她衣服穿吗？没有，她借我一件，这一件。你觉得比较松还是比较宽？她可能不常穿这一件，所以比较小。小杰说比较，他比较少穿了。应该啦，因为只看到他穿过一次，不爽。好，那盛杰你觉得呢？他跳，我觉得至少他今天这个装这个可爱还蛮成功的。对，然后虽然有一些这个动作不太记得，但是他那个情绪，脸上表情的情绪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会让大家稍微转移注意力，说他可能哪里稍微这样，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成功。谢谢。我觉得有一些人天生就有一点那个感染力的感觉，那他其实从出来开始那个感染力就蛮强，然后他的五官替他加分很多，就是对这个表演来说就真的很 Q 很可爱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要学会穿高跟鞋，你从刚刚走下来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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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他的前辈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非常用力的在走路，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你虽然现在15岁，但是要慢慢学会怎么穿高跟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小姐。欢迎下一位。13号的参赛者瑟琳娜，喜欢挑战自己的她，今天又会为各位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呢？马上带你回到棚内来欣赏喽。老大好，评审好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13号的 Selina， 我今天要表演的是失恋女子的内心独白，谢谢。I happily saw your shadow, you approached me and gently took my hands. We stepped into our sanctuary.Finally, when I heard the sounds of strings, I realized that it was just a waiting in my dream.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is.
我觉得演出的准备啊，因为其实刚刚沈欣娜在开始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是满脸笑容的，所以她可能在三秒之后要做情绪的转换，那个转换一下子没办法转换过来。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表演都要考量到，就是说也许你在家里面的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 OK， 但是现场有现场的环境，然后现场有现场的一些状况，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列为你要表演的考量，然后你应该在怎么样走个过程当中去转换你的心情，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需要练习。嗯，好。我觉得这个弹琴会比前面的演戏来好很多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演戏就是对刚刚老师讲到那个情绪的转换，你怎么样表情放得很自然，然后情绪要进入那个 mood 里面，然后马上要到弹琴的部分，倒是弹琴你觉得，我觉得你自在很多这样。那我觉得再多练习应该放轻松会好很多。嗯，好。对啊，一个表演，因为我希望你让看你的人是感觉到轻松自在的想看这个表演，而不是我们看得好紧张。其实我刚刚心都快跳出来，我很害怕你又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我觉得你回去应该要多想想整个表演的顺畅度，你要怎么练习。好，Selina， 欢迎下一位。接下来要表演的是双人搭档小贝贝及婉柔。十四号的小贝贝在上周淘汰赛中可是拿了优胜哦，今天可是希望再度连庄成功。而十五号参赛者婉柔，多才多艺的她，今天和小贝贝的戏手合作演出，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咱们赶快回到棚内来看一看哦。老大，各位评审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十四号的小贝贝。我是十五号的婉柔，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 Lydia。爆发力十足哦！今天他能否再次拿了优胜呢？先休息一会儿，别走太远哦。